特工队最后的战斗一。你竟然敢背叛我！对对对对对对，对不起，放我一条生路吧！给我滚出我的视线吧！想活命啊！哎，又是那个穿健身服的家伙，真是古怪啊！那个姐姐，这个礼物是什么呢？今天是我认识福特、塞米、麦克斯和露西的周年纪念日，所以我去买了新礼物庆祝一下。哇，他们一定很喜欢的。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哦。那些家伙第一次出现在我们家的时候，我真的很吃惊。他们求我让他们留下来，因为他们无处可去。就让我们留在这里吧，拜托了。说他们会打扫卫生、洗衣服，还可以陪我玩。都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。希望他们喜欢我送的礼物。现在该离开这个地方了，兰陵村和这个家。那就是说我们永远也见不到秀芝和陆毅了吗？我们不能留下来吗？我不想离开他们。什么也做不了，迷你特工队员必须遵从本部的命令。你们怎么了？都振作一点嘛。我们有了秀芝和路易这样亲密的朋友，虽然离开他们有点伤感。福特，我真的不想离开这里。别哭了，说不定没有我们在他身边惹是生非，秀芝会过得更好呢。什么？你们在说什么？你们要走？你们要搬出这个家？秀芝，你是认真的吗？福特，开玩笑的吧？或者是我听错了呢？露西，福特在跟我玩恶作剧是吗？秀芝，开玩笑的吧？塞米，麦克斯，回答我呀！对不起，这不是玩笑。大骗子，都是大骗子！姐姐，这是新篇章的开始，我将在黑暗力量的帮助下接管这个世界，发起全面进攻，俘获所有的动物。秀芝，你就别哭了，你听我说，我们真的是不想走啊。那你们就不要走呀。对不起，秀芝，真的对不起。秀芝，有些事情我们不能跟你说，可是我们离开是有原因的，至少享受最后的时刻。福特，不要走。塞米，我会对你好的。麦克斯，露西，拜托了，不要走。秀芝，说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件事情。好，你们走，你们就是这样说来就来，那说走也就走吧，我不会拦着你们的，你们都走吧。秀芝，是
是赵花，我们走吧。嗯。迷你特工队正面临最严重的危机。啊！帕瓦斯克的黑暗力量已经到达临界状态，甚至连奈恩都被帕斯克赶走了。那么帕斯克更强大了吗？他与之前完全不同，现在的帕斯克可能是最强劲的敌人。最强劲的敌人？我们可能无法阻止帕斯克的脚步，但是我们别无选择。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这宝贵的和平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会赢的。我们有这个决心，对吗？对。听着，这是我们在这个区域最后的一个任务。它也许很危险，可我有信心，你们一定能阻止帕斯克的。是，司令官。迷你特工队变身，变身。哎呀！飞枪，这是迷你特工队。帕斯克，只要有我们在这里，你就休想踏进这个村庄。愚蠢的家伙，那就让他们看看我们的新力量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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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会这样？是不是由于黑暗力量，零时机的实力变强了？没用的，我们用光之枪吧。光之枪，准备。啊！可恶，他们又来了。他们人太多了，我们正面迎战。风之剑刃变形，变形。可怜的傻瓜，让你们看看我黑暗力量的真正威力。伙伴们，联合攻击！好，尝尝人间炼狱的滋味吧！看见了吧，你们不是我的对手，这一切该结束了。现在就送你们上路，永别了，迷你特工队。迷你特工队最终倒在了我的力量之下，现在我要除掉那些讨厌的捣乱分子，统治世界指日可待。黑暗力量，来我这里。
岛上呢？不不，你起来呀！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对不起，我们帮不了你们。等等，福特，开车之前拍张照吧。为什么？我现在就想吃嘛。洛伊，拍照啦！好美味呀！福特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要拍了。迷你特工队最后的战斗二。请醒醒吧，迷你特工队！福特，不，不可以这样的！快睁开眼睛吧！迷你特工队，你们不能就这样走了呀！迷你特工队为我们的安全而战到最后一刻。对，现在该我们帮助他们了。但我们现在已经太迟了。不，不迟！如果我们大家聚在一起，共同为他们祈祷，他们就一定会醒过来的。他说的对，集合大家的力量，让我们为迷你特工队祈祷吧。好。请睁开眼睛吧，回到我们身边吧，请帮帮我们，把我们的力量给迷你特工队，给福特，拜托了。当真心诚意到达天堂，奇迹就会发生。人们的爱和感恩，因此引发了新的奇迹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们在哪儿？我们还活着吗？大家真心的祈祷，使你们再一次醒了过来。福特，我就知道你会醒过来的。谢谢你，里帕斯，真是谢谢大家了，太感谢了，都是你们大家的功劳。没关系，我就知道你们不会死。好，让我们去阻止帕斯克。好，迷你特工队变身，变身！哎呀！飞枪战士，迷你特工队，不惧敌，奋斗又冒险，不管有多累。飞枪战士，迷你特工队。帕斯克，让我们火力全开对付他。好，纵然我身经百战，也从没见过这样的。讨厌的害虫们，消失了！
进行四位一体，务必竭尽全力。才知道，好，上来。啊！啊！这边，帕斯克。下去会爆炸的，可惜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，否则没人能阻止帕斯克了。全力攻击，至死方休。好，上啊！怎么回事？放开我！特工机甲，生命能量释放，释放！你们这些蠢货要干什么？大家醒醒啊，福特，福特！我想是自动安全系统救了我们。能击败帕斯克多亏了你，谢谢。那是因为我们团结一致，你们让我看到了勇气的真正意义。好样的，天佑迷你特工队啊！大家都活着真是太好了。我们真的打败了帕斯克吗？这不是做梦吧？十分肯定，要不要我掐你一把？那就不用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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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迷你特工队，你们成功地完成了任务，我为你们感到骄傲。谢谢司令官。现在我要宣布下一个任务区域。下一个区域就是蓝陵村。什么？未来的蓝陵村还是会受到威胁的，所以已经确定你们目前还是必须要待在那里。完毕。太棒了！谢谢司令官。谢谢司令官。姐姐，他们已经走了吗？我想是的。哎，我应该对他们好一点的。我都想福特了，还有塞米、露西和麦克斯。哎，小智，路易，孩子们，路易，你们真的回来了吗？这不是做梦吧？你们真的回来了是吗？哇，他们都回来喽！耶，嗨！虽然你们回来了，可是你们不会再消失了吧？哎呀，我想这就意味着我们还得应付秀智的唠叨。你说什么，福特你？要我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唠叨吗？迷你特工队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